来到这儿肯定是吃饭，但是呢我们今天晚上不光是吃饭啊，咱们今天分了四组，分别是2223是吧，我们要玩一个游戏。您又玩游戏了？嗯，这个节目就喜欢游戏。太棒了啊、总导演严敏是一个游戏王。这游戏叫气球游戏。哦，大家一看我们脑袋上都有一个气球，怎么玩呢？就比如说秦霄贤问王九龙一个问题，王九龙回答上来，然后再问周九良一个问题，周九良回答上来再问你，这个五分钟为界限，五分钟停在谁那儿，谁那个气球就会破。气球炸弹规则：每人头上悬有一个水气球，在限时五分钟内，所有成员依次进行问答，所有问题和答案不能重复，一旦重复则扎破该人头上水气球。五分钟时间结束，正在问答的人头上水气球将被扎破。我们现在游戏开始，五分钟之内，来吧，老秦开始吧。来，好，来，3、2、1，计时，一得几？二，二二得几？你看有多少个摄像大机？不少啊。我觉得前面不用那么磨翻。不，他们在浪费时间，但是后边就会紧凑起来了。他们在哪儿啊，炳哥？南京。南京你熟吗？我熟啊。师傅，你有几个？你想问什么？我想问您今年多大岁数？嗯，我不知道啊。您是男的女的呀？我也忘了。你看看，今天那水有多深？有4米。你母亲多大岁数了？这个问题，我想我跟干爹一边大。那个，还有两分钟，不着急，你随便问。扎他。不着急啊。你。我想想，我是忽然间有点太久了，可以让他磨蹭会儿，磨蹭两分钟，磨蹭不了。你有几颗牙呀？瞎问吧，可不是就瞎问吗？你以为呢？我智齿还在。咱俩谁帅啊？去你的吧！你了，你会开车吗？没听说过。老秦，啊，健身房办了几张卡？啥？健身房办了几张卡？耳朵不好使了，连答都不答了。你得答，不答不行。他没回答。啥？答啊？好答啊？啥？反问啊？反问啊？早上刷牙了吗？张九龄干嘛呢？这不是大非所问，兄弟。您这是假牙吗？我那个戴。稍等。哎，你们摘麦。摘麦，我是哎，这个有点，快扎，快扎！行，来吧。Round two， 你缺德不缺德？你我缺德，哎，这还答应了。这个您爱吃什么？一呼雅呼嗨，我唱的什么？我哪知道啊？这桌子多高？1米4。平时爱戴帽子吗？爱。哎，你这拖鞋挺好看的。哎，这是斯凯奇牌的啊。哎，你有眉毛吗？没眉毛。你平时自己踢球吗？偶尔踢一踢。你惨不惨啊？还行。这怎么不敲啊？哎，你知道我什么字吗？你就打我。打出情绪来了。还行呀，是不是？是不是那个惨不惨？哦，还真是。我还真是呢。啊？咱仨一组，所以说你来了小助攻，乌龙球，自爆了有点。对。哦，明白了，哥。抖音动视要说导演是谁？严老师。你觉得自己老吗？不老，显老。哟，周九良那是显老啊，才知道。咋？没事。哎，怎么就一人啊？一人是谁？另一个呢？我自己抽了自己。他叫什么名？啊？他叫什么名？我这个叫王铁锤。啊。那个
小月，你这个是什么牌子的呀？我不知道。那个哎，不知道不行，不知道说不行，哎，说过了，不知道重复了，说过了，说过了。那个您老家让咱躲躲啊，对，崩身崩一身啊！哎哎，能不能我扎这个？你扎你扎我一身干什么玩意儿？啊，又湿一裤衩，我天哪！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祖宗十九代谁倒的呀？我您猜我这电影挣钱了吗？这打平了。今天为什么没让我跟你们去漂流去？这个您不乐意去。这节目什么平台播呀？腾讯平台。你知道周九良的是什么词儿吗？I don't know。 你知道栾哥是什么词儿吗？走吧。哎，这哎哎，这俩问题重复了吧？我他说是周九良，我说的是栾哥。啊，就换一名就行是吧？那给我来，给我来这玩意儿。对，我凑一百个呢。你，哎，平时踢球踢什么位置啊？我一般守门。老秦，平时你怎么去上班？开车。你有妈妈吗？傻子不能参加这种问题啊。这倒是不重复。那是拿进来的。有吧，就犹豫这么半天。这比那还缺心眼儿。人说了有爸。问嘀咕什么呀？还有多长时间？还好，那叫补光灯。这灯亮吗？费这么大劲出这么一亮，亮汤水可不成啊。古力多，这个好喝吗？好喝，好喝啊，好喝。郑民你熟吗？我明儿告诉你。一分钟。他爸说熟，他刚才上一把说我就逮着这个呢。那个钱小贤你喜欢吗？哎呀，老好了，缺心眼儿，你知道吧？啊，谢谢师傅。您听过这个东北人夸这个秦小贤吗？嗯，跟山东人夸差不多吧。红的蓝的，你喜欢什么色？蓝的。这个德云社幸福不幸福？幸福，天天有古力德。幸福，天天有古力多。这古力多出现过一回了呀？对呀、啊。我说幸福，我的答案是幸福。古力多，我是后边后缀儿。人愿意多提，没有人说的是古力德。对，我肯定差了，给人说错了。你平时，跟你媳妇吵架吗？不吵。哎，今天你裤衩湿了吗？没有。咱什么时候开饭啊？等信儿。哎，到了，有信儿了，等信儿，来信儿了，来信儿了，来信儿了。哎，咱稍微，咱别误，哎，看，咱看点街坊。哎呦，好，还踢足球呢。啊，你踢哪个位置啊？我踢粉球。哎，二一，老秦，78×56等于多少？我真不知道，砸！真不知道不行。这话说过了啊？这话真说。你要不说不会呢？这跑玩的还真快。咱俩是快。你瞎打也不完了吗？对呀。啊！哎呦！什么不让我们也是？瞎打就别商量了，都扎完了，还聊呢？哎呀！这上菜，上菜！现在都饿的都翻江倒海了，有点。上菜吧，快点，孩子们嚷了。九龙说吧，你写的是什么？我本来写的是脚臭，后来改成臭脚。啊，因为脚臭说来比较顺，我改的臭脚，得是词对了。那下回我也写好看不？现在行了，九龙现在长大了，脚不臭了。之前是有点味道啊，打前儿个起就不臭了啊。对，打前儿开始洗脚，没几天。前天洗脚了，不臭了，就没事了啊。因为九龙也是打小在家长起来的，
他妈是我表妹，我是他大舅啊。他跟郭麒麟俩人一年差几个月哈？差半年啊，差半年啊。后来这个初中毕业之后啊，就是到咱们这儿来。他是在基地的那批学员里边啊，戏校也有我。老秦是戏校的，戏校的啊啊。他臭还是我臭？那是你臭，那是你臭，因为太臭了。因为现在的媒体可能不太了解这一点。啊，行了，你要这么说，得讲一讲这个问题。关于臭脚这个问题，少之引出鬼来了。关于脚臭的问题，岳云鹏确实力拔头筹了，他前三名得有他吧？哎，第一名得是他，第二名彪子，第三名就是大南了。对，你才排第三呀、啊？可以，谁给你排的？谁给你排的？啊、对我要说错了，我都不好的。你是第一，你是第一啊！你想啊，在。零几年呢、啊，师傅，您从枣园给他轰下去那回，那就是零几那会儿，德云社还没红呢。说什么呢？这说不就这事儿吗？啊，听我细致说，他们不知道啊。02年吧，03年，师傅，那得是04年您。你坐这儿来，你凉活，来。05年就夏天这阵儿，咱刚搬到枣园嘛。05年夏天，有一天我们开车出去，我坐在副驾驶，岳云鹏坐在后座上，这车开着开着，我就闻这车里边。拧着劲儿的那么臭，我说这车怎么这么臭呢？想半天，我就回头问他，什么味儿？怎么回事？他说我这个脚臭。我说你没洗脚吗？洗了，昨天晚上结结实实洗的脚，那怎么味儿还这么大呢？他说我呀，把那袜子脱下来放在鞋的表面了，所以今天穿上之后这个鞋臭。啊，我忘了，我当时掏出几百块钱给他，我说你下车去买鞋吧，对，是吧？反正他也确实是挺够意思啊，他没买鞋，他刷来着，回来拿那钱请我跟三哥吃的饭，是吧？嗯，这你们也行，真是闻着那个味儿还吃得下去。哎，第二个就得说是李鹤彪了，你们也吃得下去？我的天！第二是李鹤彪，第三个才是我外甥。对，现在行了，现在我外甥这溜光水滑的，啊，一点都不臭，好着呢。嗯，行，您那字儿说完了啊，就剩我跟于老师那个，你名词没说了哈，我先说，您先说。我先说吧。好啊啊，那个这个说让我写个词儿，让我写听着比较扎心的词儿。嗯，其实我想了好些，到最后我觉得比较合适的，最后写了一个叫戏子。因为最近这词儿用的又比较多呗，把这词儿提出来了。嗯，我就觉得这个词儿是对演员的蔑称，觉得是最说的最狠的一句话了，骂人骂的最狠的一句话了。对演员来说，之前旧社会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拿这个来踩过演员。后来新社会以后，把这词儿给取消掉了。我就觉得，尤其是咱们相声演员，尤其是咱们这种传统行业，又是民间的，又是街头艺术哈，更容易让人引到这个词儿上来。是，所以引以为戒吧，我是这么个想法。尤其是我听的比较刺耳这句话，不太愿意让人说。特别理解你大爷说的这个字儿啊。现在有时候自媒体也好，一些个报刊也好，一说这戏子如何如何怎样怎样，确实这不是好听的话。这就跟票友那俩字似的，现在一说票友就是外行。大业余啊，臭外行，写外行，你是个票友。但过去来说，清朝那会儿想成票友，那得是王公大臣，有身份的，国家发你龙票，有这龙票你才有资格唱戏玩呢。这就是一个词儿流传的过程当中吧，传来传去传走去了啊。当然现在这个好多人说这话的时候，说者无心，但是干这行人听着有意，这不是一个好词汇啊。所以咱们呢更得好好干这行，给这行露脸啊，不能落到人家的画瓣里头啊！你大爷是这个意思。我写的那个词儿呢是雅俗，说相声最高境界是雅俗共赏。你不可能台下都是科学院的院士，都是科学家坐在那儿听相声，啊，这也不成世界。庙堂之高，江湖之远，我们是卖艺的，我们是一个服务行业，所以我们没有权利选择顾客，谁来的都是我们的主顾。为什么管观众叫衣食父母呢？咱们指着人家吃饭，拿了个票钱养家糊口，上老下有小，所以咱们得尊敬人家。但是这个就很难了，因为每个人的文化水平他喜欢的不一样。天下没有任何一个演员和一个作品能被所有人都喜欢，那就痴心妄想。花50亿美金拍一电影，我就不喜欢，你也不能枪毙了我。所以说难就难在咱们这儿了，咱们就得做到雅俗共赏。很多时候人们为了贬低相声艺人，就偏偏会说他们这玩意儿很俗。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俗，但是我们是通俗，我们不是庸俗。
啊，什么叫庸俗，什么叫媚俗啊，这个东西要分清楚了啊。你这个东西，你比如说啊，我们来一个生产队啊，生产队这个有一个王村长，王村长包了栾云平一年让你说相声，你天天为王村长写王村长怎么好的相声，你这就叫媚俗啊。你站在街上给全村人说相声让大伙儿开心，你就不俗，俗到头就是雅，雅到头就是俗。所以这个东西外行怎么说那是他们的事，咱们心里得有个数，听明白了吧？听明白了。